的恩典，能够在长庚这个空间里头，我们一起要来享受主耶稣的一个恩典。好，感谢主，今天这个条件、这环境呢，最后来领受主的恩典。好，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进行我们今天这个福音这一个以及诗歌分享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大家准备来进行福音跟诗歌的一个聚会。我们在聚会开始之前，我们要向天上的真神来献上我们的祷告。咱伫开始进行，咱要甲天上的真神来献上咱的祈祷。我们一起低头来默祷。咱最后下头来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祈祷。我们亲爱的主耶稣，耶稣基督，咱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大家感谢奥罗利。因为你是爱我们世人的神。因为你是爱咱遐世人、世间人的神，也是因为这一份爱，你来到了世上。嘛是因为这份爱，所以你来到这个世上，进入了我们人群当中，进入了咱的人中间。按照我们个人的需要，尽量的来帮助了我们。按照咱个人的需要，尽量来给咱斗相共。您行出了您的能力、神迹奇事。你行出了你的能力、你的神迹奇事。实行了很多的救赎的工作，做了真侪救赎的代志，很多生病的人得到了医治，有真侪破病的人得到医治，很多犯鬼的人得到了自由，会当有真侪犯鬼的人嘛，会当得到自由，还有很多奇妙的异能显在大自然，还佫有足侪奇妙的能力呢，显在伫个咱自然界内底，这都是您的爱彰显在我们世人的身上，这拢是你爱显露伫个咱世间人顶端，但是您的目的不单单只是要拯救我们的肉体，不过你的目的不是单单要来拯救我们的肉体，不是单单只是要让我们心灵平安，不是单单要叫我们心灵上的平安，你更要将终极的福气来赐给我们，你就是要将最后的福气来赐给我们，您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天国永生的道路，因为你替我们替我们预备了一条有生有活天国的路，为了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世上的人都能够进入这条道路里面，你要让每一个世间人呢，都能够走到这个路顶。您最后行出了一件最大的神迹，你最后行出了一件宏大的神迹，就是你把自己献在十字架上，就是你把自己呢献在十字架顶端，为我们世人留下了宝血，为咱世间人留了宝血，我们到天堂的这条道路就因此而打开了，所以咱到天堂这条路呢，就来打开了。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机会里面，今天在这个机会顶端，我们就是要来诉说您这样子的大爱。咱就是要来讲你的大爱。我们就是要来传说您的能力。咱就要来讲你的能力。我们也要告诉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我嘛要甲在座的每一个人，你的能力要在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身上来彰显出来。你的能力要伫个显露伫个每一个相信你的人之间。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个时刻，我们要将这宝贵的时间献在你的手中。伫个这个时阵，我要将宝贵的时间献伫你身，献伫你面上。求你亲自的来成就。求你亲自来甲咱拯救。来成就。来成就。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在场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以及我们在座的这些亲爱的朋友们，来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嘛帮助每一个今日来到这的无得病，尤其是在他们身上有一些病痛的人，尤其是伫因身躯上毛病痛您都能够将你的能力也施展在他们的身上，你会当把你的能力嘛会当在很多的顶端，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您这样子的一个慈爱，欢迎呢，能感受到你的慈爱，也借着这个机会，嘛借着这个机会，让他们能够初步的来认识这样子得救的要道，欢迎呢，让初步来了解这个生命之道，来认识这条永生的道路，来明白这条永生的道路，能够因着认识耶稣，您就是救主，就是真神，会当因为着安尼，你明白你救主之神，也能够走上这一条永生赐福的道路，迈当行了这条因信受福的道路。主，我们将这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将这时间交在你手中。愿你来成全，愿你成全，愿你亲自来祝福，愿你亲心来祝福。愿一切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的人，愿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的人，都得到满满的恩典，能够得到满满的恩典。哈利路亚，阿门。阿门。感谢耶稣的恩典。感谢主的恩典。
接下来的时间，过了来的时间是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见证，是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寡见证。我黑板上的题目是耶稣行神迹。我黑板顶悬的所写的是耶稣行神迹。耶稣他是谁？可能有的人不认识。耶稣是啥？可能有一寡人唔捌，或是说对他有一些错误的认识。而且可能对于有一寡错误的、错误的见解。告诉大家，我第一家跟大家讲，耶稣是全世界人的神。耶稣是全世界人的神。他不是只是西方人的神。伊不那是干那西方人的神。因为耶稣他就是在圣经当中所记载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因为耶稣就是耶稣里向记载创造伊必有完美的神。他的救恩在国外。也可以问别国家，有这样施展开来，嘛在安尼是做起来，在我们中国的地区，在咱中国，尤其是在我们台湾的地区，尤其是在咱台湾这个所在，也是我们的神，也要赐福给我们。伊嘛是咱的神，嘛爱赐嘛会赐予咱。耶稣他为了成就救赎的计划，耶稣为了要成就这救赎的计划，他是神亲自来到这个世上，他亲身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人的样式。假做人的有心，其实他一直到30岁的时候才出来开始工作。其实一直到伊30岁时阵，才出来工作。工作差不多也只有3年多的时间。伊工作差不多3年时间。在这3年多的时间当中，在这3年时间里头，他其实帮助了非常多的人。其实帮助足侪人。而且呢，也吸引了很多的人来跟随他。而且嘛，吸引了真侪人来跟随伊。当然有一部分的人就相信了他，就是这位真神，就是这位救主。当然有一挂人来相信伊，就是真神是救主。不过也有一些人出于嫉妒的心。不过有一挂人嘛，出于嫉妒的心，认为耶稣是假先知，是一个骗子。耶稣是一个假先知，是个骗子。所以他们就将主耶稣给杀害。所以就把主耶稣来杀害了。不过这也是在神救赎计划的当中。不过这嘛是在神救赎的计划顶关。赶快借着这些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因为这家人就主要说来定死的时间定，就成就了主耶稣为世人来替死的这样子的一个神圣，就成就了耶稣替世间人死的这个代志。我想我今天这个时间，我想要用利用今日时间，我就来强调耶稣他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我就来强调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因为我们对这个都会觉得很好奇。因为咱对这样代志，我感觉真好奇。尤其当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的时候，尤其是咱看到一个不可能的代志变作是可能的时候，比如说一个。可能病得非常严重的人，比如说一个病了很严重的人，结果在一下子之间就得到了医治，但是一点久就会让得到医治，或是一个患邪失去了一个意识的人，还是一个患邪失去了意识的人，甚至呢没办法自我控制，甚至他没办法自己来控制自己，周遭的人也无可奈何，旁边的人也没办法对无可奈何，耶稣基督一句话就将这个鬼赶出去，但是因为耶稣的一句话就把这个鬼给赶出去，这个很明显的很公开的这样子的一个活见证，所以很明显的一个活见证，所以很多的人就相信耶稣，跟随了耶稣。所以有很多人就相信耶稣来跟随耶稣。耶稣的事迹记载在这本圣经当中的4卷福音书里面。耶稣的事迹呢，记载在这本圣经顶端的4卷福音书。这有人就去用心的整理。为人用心来个经历，在这个4卷福音书当中，在4卷的福音书的记载了主耶稣行过了几件神迹的事迹，就记载了耶稣行过几件的事迹。有人算一算是34件，有人算过是34件。不过其实这不只是34件，不过其实是唔拿34件，因为这只是有详细记述记录人啊、地点啊、事迹。事情发生的经过，因为这是详细来记录个发生的人啊、代志啊、所在啊、个物件嘞。但是呢，还有很多的地方是记载的。不过其他所在嘛是记载。当耶稣在一个地方，当耶稣哇，很多人就赶快把他们家里的病人、这些犯鬼的人都带到耶稣的面前来。我人就将伊周围一般患病的人、患邪的人就传到耶稣面前来。就一一的医治了他们。主要说的一一来给医治。也许就在那个晚上。
有当时是在一个暗那个就有几百件神迹的一个发生，有几百件的神迹。耶稣、每到一个地方，主要说每一百到一个所在，这样子的一种能力，因为有这款的能力，吸引了很多的人，就是将他们的病人，他们、所认识的这样、软弱有需要的人，就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了。有听到一款人，将周围的一款需要软弱的人，传到耶稣面前。主耶稣都因着他怜悯的心。啊，不过主要说就一点怜悯的心、来拯救了他们，就来拯救了他们。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耶马太福音的第九章。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话，可以翻。马太福音的第九章。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听我来读。好，就听我来读。马太福音的第九章35节。马太福音第九章的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先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这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爱，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爱。也正因为他爱我们世人，因为疼咱世间人，所以他亲自来到这个世上，所以亲身来到这个世上，并且按照了救赎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并且按照伊救赎的计划。啊，以前我们没要向神赎罪的话，就要把动物给杀死。伊较早呢，咱要赎罪的时候，就要把动物来给杀死。要将牛羊以及那个血献在祭坛上面，来为我们赎罪。爱将牛羊给杀死的血，献在这段顶关来替咱赎罪。其实我们中国人的拜拜是从这边这样子，有一点这种思想这样延续下来。其实咱就讲拜拜属相的贵这都延续过来。我们要杀鸡宰羊宰猪啊，这样子。为什么呢？宰鸡宰牛，宰鸡宰鸡就是要来拜拜，就是因为着咱们来拜拜。但是其实后来慢慢的观念已经变得不是以前圣经上的那个观念，就是慢慢啊变做是无在就圣经上的观念讲话。因为最主要的就是要借着那个圣洁动物的血来赎人的罪。同时也是要借着这圣洁动物的血来替人赎罪。耶稣是神，他没有罪。主要说是神，伊并无罪。借着圣灵怀孕来到世上，伊借着圣灵怀孕呢，来到这个世上，没有罪的人，伊是一个无罪的人，所以他才有资格替我们赎罪。所以才有资格来替咱赎罪。他照着这种赎罪的方式，按照这种赎罪的方式，被钉在十字架上，伊用钉在十字架，流出了宝血，流出了宝血，他的宝血流到十字架底下，也宝血流到十字架下。跟用这个宝血，他跟我们每一个人来立约，用这个宝血。每一人来订购，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那每当来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也接受了洗礼，跟成就了这个约。那么接受了洗礼来成就了这个约，我们就成为这个神的一个儿女，来享受神所赐的恩典。那就接受是新的礼物来成就这个稳定。不过你要怎么来相信耶稣？按哥，你要按哪来相信耶稣呢？很多的人这个碰到耶稣的时候。就说你要行什么神迹，让我们来信你。所以有人拄到耶稣就讲，你要来信什么款的神迹，叫我们来相信你呢？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行了很多很多种不同种类的神迹。所以咱看到耶稣行了足济各样各样的一个神迹，医病赶鬼，医病赶鬼。那这是最普遍的。这是普遍的。有时候是病是因为那个鬼附着而得来的。有的病呢，是因为鬼来附着了来得的。所以呢，将鬼赶出去，病也得到医治。所以将鬼来赶出去了后呢，也病嘛好啊。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主耶稣他，有，控制命令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能够看到耶稣有控制大自然的一个能力。所以他可以走在海面上不会沉下去。所以我都行在海面上呢，袂沉落去。他也可以让他门徒走在海面上没有沉下去。伊嘛会当让伊门徒呢，会当行在海面上。当他们坐在船上遇到狂风大作的时候，当伊坐在船顶呢，然后狂风大作的时候，耶稣也斥责这个风跟海就平静。主要说来嘛，这个风。跟海伊就平静了。有很多的人跟随着耶稣，有真侪人来跟随耶稣，但是大家都没有带食物。大家暗过，大家拢无带食物，大家都肚子饿了怎么办？大家肚子饿了变安怎呢？门徒很担心，门徒真烦恼。跟主耶稣讲，主耶稣啊，是不是我们才吩咐他们赶快回到自己的家去吃饭呐？咱就讲啊，耶稣，咱即摆烦恼伊呢，是不是伊奈等于因厝的食饭咯？主耶稣说不必，主耶稣讲，没，你们给他们吃。您回家，门徒吓坏了，门徒惊到，因为在场的男丁就有5000个人，因为在场的呢，查甫的就差不多5000人，包括妇人跟小孩子那就更多了，包括那妇人，
查某人甲囡仔就搁较济哦。找一找，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啊，不找到尾啊，来到锅底饼两粒，那是给小朋友的饭量。伊是一个小朋友的一个食饭的量啊。主耶稣注谢之后，啊，不过主要说祝谢了啊，变饼给大家吃饱了。对，变饼呢，给大家来吃饱了。主耶稣真的有这种能力啊。因为主要说，伊就有这种能力。主耶稣更掌管了人的生命。主要说，更加是掌管人的生命。在圣经里面记载。也是圣经上记载，死掉有真侪人死去了，有好几个人啊，有真侪人，好几百，几啊个人，其中有拿因城寡妇的儿子，有拿因城寡妇的一个囝，哦，有雅鲁的女儿，有雅鲁的查某囝，有耶稣的好朋友，啊，够拉撒路，耶稣的好朋友拉撒路，哦，他们都生病，伊拢破病了，结果死掉，结果死去了，当然大家为他非常的伤。大家都替灰熊管道。本来他们的父母亲本来是想在他还活着的时候，赶快把耶稣请到家里面来。本来是第一破病的时候，想要给耶稣呢，应该传来出位。结果呢，那时候还没到，他们就死了。不过耶稣还没到，他就死了。不过呢，耶稣没有让他们失望。不过耶稣并没让他们失望。叫那死去的人再坐起来，再站起来。主要说，让这个死去的人再站起来。哦，他们又活生生的活在了他们亲人的中间。活跳跳咧，第一是亲人面前。所以耶稣基督也是掌管生命的主。所以耶稣基督嘛，是一个掌管生命的主。有一些人又硬心不信，有一挂人硬心不信，就还是已经看到主耶稣行了多神迹奇事了。我看到的，看到耶稣行这么多神迹奇事。他们说：“主耶稣啊，你看你要再行一件神迹，让我们可以看见不相信。”讲主要说啊，你讲行一个神迹，我来看。耶稣说。这个不幸的时代，只有一个神迹可以给他们。讲啊，这个不幸的世代呢，刚好这神迹，你看。他指的旧约的一件事情，就是约拿的神迹。伊就记着一个古约的一个书家，就是约拿的。约拿是一位先知。约拿是一个违背神的命令，因为违背了神的旨意。结果，后来在落到深海里面。因为要想要想要做代志，结果伊到。结果走，后来就滑在，就摔在那个，就落在那个海上了。神爱他，派了一条大鱼把他吞在肚子里面。啊，神疼伊，神爱伊，就派他一条大鱼给吞落去。三天三夜。三天三夜。然后后来把他吐到这个地面上。后来才吐出来，吐在罗德顶管。主耶稣为什么提到这件事情？主要说为什么公报这件事情？主耶稣用这个事情来做一个比喻。女主要说，就用这件代志来做一个比喻。有一个最大的神迹，他要赐给我们。有一个通大的神迹呢，伊要赐予咱。就是他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就是伊要替咱钉在十字架顶，并且被埋葬，并且呢，爱去埋，爱要埋葬。三天后复活。三天以后复活。后来三天后就复活。可能三天了，伊就复活了。后又向门徒显现。伊复活了呢，佮门徒来建立了门徒的信心。建立了门徒的信心，所以门徒后来就变成非常的勇敢，开始了传扬福音。所以门徒呢，你也就变了非常的勇敢呢，就来传扬主的福音。所以以后教会就渐渐的建立起来。后来教会就渐渐来建立到，而且是在短短的三十几年的时间，而且是在短短三十几年时间，就把教会把信仰传到了当时的罗马帝国的中心罗马。就把主要说的福音呢传到罗马东西罗马帝国的中心罗马，借着这样子的一种信仰的传递，所以才我们有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天主教基督很多的教会，借着这些信仰的一个传扬，所以说呢，咱就即马就天主教、基督教、甲天主教。但是在这么多的教会当中，啊，不过伫个遮济教会中间，我们这耶稣教会虽然只是其中的一个教派，咱只啊说教会虽然是一个其中一个教会，不过我们这耶稣教会是特别蒙福的教会。啊，不过我们今天啊说教会是一个特别蒙福的教会，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志向，因为我们有一个真大的志向，我们要按照圣经里面的教导来传扬圣经的道理，因为我们都按照圣经的道理来传扬圣经。我们不够勇敢，我们不敢去传圣经里面没有写记载的东西，我们不敢去传圣经上无记载的。虽然在教会的历史当中，虽然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有时候为了某一些因素，当时还是为了一些因素，或许是因为对圣经的误解，可能是对圣经的一个误解，所以有一些东西就
遵守的方式就跟以前的圣经不太一样。哦，所以讲你遵守的方式呢，就较早圣经上不讲了。哦，那我们很坚持圣经上里面的教。啊，不过唔是非常坚持圣经上的教。哦，所以我们都很这个诚诚实实的来遵守圣经上的教。所以我们真信心来遵守圣经上的记载。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特别蒙。所以因为是安尼，所以我特别来蒙。因为在圣经上里面记载。嗯，在圣经上记载。耶稣所行的这一切的事情。耶稣所行这一切的事情，并不是天方夜谭，并不是天方夜谭，也并不是只有耶稣他自己行出来，他现在已经过了2000年，我们又没有看到。平常耶稣行出来这么经过2000年，我们难可以看到。在圣经上里面这样子做出了美好的应许，因为在圣经上是美好的应许。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14章，咱请看约翰福音的14章，第十四章，我们在11节，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来信。耶稣对那当时那些不信的人这样说，主要说对那东西外信的人来讲，你们为什么看见我行了这么多奇妙的事情，你为什么看见我行了这么奇妙的事，你们都还不信呢？那么你又还不信呢？所以耶稣所行的是非常真实的事，所以耶稣所行的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呢，在2000年之前的事，因为那是2000年之前的事。不过在2000年后的今天，啊，不过在2000年以后的今天，其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其实在我们的教会，我们仍然继续不断的在行出神的能力。我们一直不断的来行出神的能力。当然不是，这时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啊，不过这当中并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不是拿一个牧师，拿一个传道者特别有能力。并不是讲多些传道，多些牧师有这能力。他能够帮你医治。有法度来给你医治，他能够帮你赶鬼，也能够满足你一切的需要，也能满足你一切需要。是，并不是。我们只是一位忠心的门徒，我们只是一个忠心的门徒。我们照着圣经上里面的这样子的教训，我们按照着圣经上的教训，我们也照着圣经里面的应许，我们按照圣经上的应许，我们来传，我们来传，我们来告诉每一位渴慕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给每一个渴慕的一个朋友讲。当初来到了我们每一位的来宾，跟咱今日在座的一个来宾，我相信你们来到这里都有神的灵的感动。你今日来这拢有神的感动，就是神爱你们，就是神爱你。也要让你们能够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就是爱你来知影有这款的信息。在第12节里面这样说，在这12节里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来跟您讲，我所做的事，我所做的代志，信我的人也要做，信我的人嘛来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要做比这搁较大的代志。因为我往父那，因为我已经到父那去了。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耶稣他这个在世上的工作完成了。主要说一些世上的代志，他复活，他就升天，回到他原来的地位上。你升天到父那去了。不过他赐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啊，不过树下就是一个足宝贵的，就是他的灵，就是耶灵。他的灵本来就是充满着宇宙外。当然，耶灵是本来就充满了宇宙。但是他因着他的应许，啊，不过因着耶应许，他也要把这个灵赐给那些相信他的人。你嘛要将这个灵呢，修树可以相信耶人，并且愿意渴慕来向他祈求的人，而且愿意来渴望来相信耶人。他就将他的灵赐给他们，你就将耶灵来修树进入他们的里面。进不了，进不来。对，那里面我们怎么感觉得出来呢？进不了，进来。对，那按我来感觉呢？如果神的灵真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如果神的灵正刚来进不了，那就过了一样的恩赐，那就给了一个恩赐，就是能够用方言来祷告，就是会当用方言来。这个方言是什么？这方言是什么呢？圣经上有记载，圣经上记载是就是叫奇妙的舌头音，就是个奇妙的祈祷的声。我们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就是咱讲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我们在诉说很多神奇妙的作为，咱来讲真侪神奇妙的作为，但是呢？这个是一般我们听得懂的话语，啊，不过这是咱一般会当听到的一点。不过神的能力临到我们的时候，啊，不过当神的能力临到咱的时候，他就把我们的那个祷告的声音改变了。伊就将咱祈祷的声音来改变了。比如说我们故意这样去装出来去改变它，而且这样子啊，调工去改变。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自己欺骗自己了。啊，你咱就自己来欺骗自己。我想没有人自己欺骗自己，还很自洋洋得意啊，我会得救。我相信无人会自己欺骗自己，讲会伊会当得救。这是一个特别的体验。这是一个特别的体验。当然，这也是耶稣门徒的体验。当然，这嘛是耶稣甲门徒的体验。复活升天之前，耶稣
和我先得进前。就吩咐门徒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所以你讲，那门徒讲，你要在耶路撒冷来等候。他们就在那边迫切的祷告。你就等下迫切的来祈祷。等候耶稣基督的应许。因为就等候耶稣基督。结果在耶稣复活升天的之后的第十天，对，当耶稣和我升天了的第十天，哦，果然在那个一个特别的犹太人的节期当中，可能是在犹太人一个特别的一个节期顶端，他们称为五旬节。因讲这是五旬节，哦，这最主要是因为某一个节期后面之后的五十天，就是一个隔节一个节期了的以后的五十天。哦，他们在那个节期当中在那边聚会祷告神，因在这里中间的遐祈祷。结果呢，真的神的应许就临到。对呢，现在应许就临到。哦，神也让这个当时这个环境有一个很大的异象。起码吼，迄个东西的环境有真大的异象。地大震动。因为地大震动，哦，这些得到圣灵的人，哦，祷告非常的大声，非常的迫切。因为现在得到圣灵的人呢，祈祷啊，真大声，真迫切。哦，他们所共同发出来的方言，因共同说。发出来一帮方言，传到了耶路撒冷很多很多的地方，嘛传到耶路撒冷足济所在。因为那是一个节期，因为这是一个节期，所以有很多住在国外的这些犹太人，所以有些一寡国外犹太人，他们回来守节，伊就登来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守节。结果伊听到这个声音，许个声音来到这个地方，就感觉讲，他们许个这个，伊就去顺着这个声音来到这个所在。彼得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找到彼得加一寡门徒家。觉得好奇，我带来了几个好奇，因为他们竟然听得懂那里面的话是什么意思。因竟然听的不讲，哎，内底是在讲什么？不过很奇怪的，不过真奇怪。那边圣经记载了十五个地方的人，遐有记载了，因有来自十五个所在的人，十个国家，因为因有来自十五个国家的欧亚非，欧洲、哦，亚洲加非洲，哦，他们每一个人都听到那个。他们是在说他们各国的语言呢。人家听主跟他讲，他伊就是咧讲咱各国的语言嘛。非常的奇怪。因干嘛这么奇怪？因为这些犹太人都是比较低下阶层的渔夫跟一些平民。伊暗是一寡要在阶层较低一寡伊掠鱼啊，或者农夫。他们根本就没有出过国啊。因拢唔捌出过国，甚至没有学过外国语言呐。伊嘛无学过外国的语言。但是他们怎么能够讲出这些话呢？啊，不过因啊，我都来讲。不了广告的其实不是了，其实这不是的，是神让他们所发出来这个言语，让每一个人都听着他们各国的语言。因为是神给这个方言呢，让他们会当听作是敢那因自己的国的语言安尼。哦，所以这么奇妙，就是这奇妙。那一天就有三千人来受洗，一天就有三千个人来受洗，哦，更奇妙。更加奇妙的门徒他们就开始建立了教会，门徒就开始了建立了教会。神用神迹奇事随着他们，神用神迹奇事来军队的。走到哪里，很多患病的、患鬼的都得到医治。行到多远呢？一寡患病的、一寡患鬼的拢给他们得到。所以不单是这些犹太人相信了，所以不单是犹太人来，哇，那些外邦人也来相信了。像外邦人嘛来相信了，领受了这样子的圣灵，嘛领受了这圣灵，也能够跟他们一样说方言嘛。干赶快，他们让光红耶！这些犹太人非常的讶异，所以现在犹太人真奇怪，因为他们本来是有种族歧视的，因本来是有种族的一份歧视，因为只有他们这个民族最高贵，因为他得到这个恩典。你他妈讲，哎，刚才我这个民族从高贵，刚才当地头这个文代。不过因为神也拣选了这些其他的外邦，按过洗嘛，拣选了一寡外邦人，所以他们也开阔了他们心胸，所以嘛，开也心胸就开阔了。本来就在很多个。当时罗马帝国的很多的大都市里面就建立了教会，所以连当初罗马帝国这大帝国帝国的各地来成立了教会。今天我们再跳回到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咱今日来讲到来了教会，因为我们也就照着圣经上里面的这样的教导在行，嘛是按照这圣经上的教导来教导。所以呢，我们也得到了这样的能力，所以罗马得到了这个能力，因为我们是用着我们的信心向神来祈求，因为我们是用着我们的信心来用神来祈求，神就照着我们的信心来为我们成全，其实按照我们的信心。在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所以呢，祷告约翰福音的总细菌，他那么第十三节又接着这样子，好像十三节嘛，我来讲，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奉你的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我的确会当成就，叫父因儿子来得荣耀，叫父会当因为听来得到荣耀，十节又这样说的，十三节我来讲，你们若奉我的名来求什么？即嘛，奉我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我必成就。哦，在这里，圣经这样给我们应许。加圣经给咱的应许。如果我们奉主的名来祈求，如果呢，
奉主的名来祈求。当然，接续了前面的那样子的一个道理的讲述。咱接着咱顶关，咱很多人说讲道理的一寡定数。他前面是在谈到主耶稣，他要把行神迹的能力来赐给他的门徒。主要说要把这个行神迹的能力来赐给伊的门徒。所以今天只要我们这样子诚心诚意的来向神祈求，所以咱今日即马诚心诚意来用心来祈求。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来奉主耶稣的名来祈祷。主耶稣就要为我们来成就，我要主耶稣就会来给咱成就。我们真的有很这样子的体验。我们真正有一贯的体验，我们奉主耶稣的名为别人祷告，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替别人祈祷，我们有驼背的直起来了，我们有那个脚骨的关节，我们甚至还有起来了，也有这个患癌症的病得到医治，得到癌症的来得到医治。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我自己有亲身经历过的。甚至对那些患邪的人，我们叫迫切的靠着神的灵帮他祷告，就是拄到一挂患邪，我们安尼真迫切来提他。结果就在很短暂的时间里面，就在真短暂的时间内，他就得到了医治，一直得到医治了。哦，这个是没有办法欺骗人的，这是无法度。我们照着圣经上这一句的应许，是因为着我们按照着圣经上经过的应许，我们奉耶稣的名来祈求，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祈求，主耶稣。照着我们的信心来为我们成就。主要说都按照我们的信心来给我们成就。所以这是我们所领受到的恩典。这个是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当然，我也必须很诚实的说。当然，我们爱真诚实来讲。哦，不是每个患邪的人来到这边祷告都得到医治。并不是每一个患邪的人来到面前祈祷都会当得到医治。也不是每一个生病的人哦，我经过一次的祷告、两次祷告就得到医治。也不是讲，即嘛是破病的人来面前祈祷都会当得到医治。不会一拜两拜祈祷的，那你这样欺骗大家说哇，这个没关系，你们来到这祷告一定就病好了。我袂当欺骗大家讲，你来这祈祷的一定会好。因为我不是那一位神、啊。因为我不是这位神。如果我是出于这样子的心的话，如果我跟你是发出我这款的心，也许我所祭拜的那位神故意要让我漏气。可能我所信的神被我漏哦，因为你可能会骄傲，因为你可能会骄傲。所以其实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应许是什么？其实圣经上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这位神，如果他是神的话，这位神，如果他是真神，他绝对有能力，他是绝对有能力。不单单是我们肉体的病症，唔，那是咱肉体上的病痛，也包括了我们心灵的病症，也是讲咱心灵上的病的艰苦，甚至是包括我们在灵里面受到邪灵的干扰的问题，这是咱灵内底受到邪灵的就干扰，甚至我们当中。我们在教会，我们认识的人当中，也都有死人复活的事。所以讲，我就。在阮教会内底嘛是有人死了，到户外来。哦，在新竹教会有一位哦，现在年轻的姐妹。也是你教会嘛，就年轻的姐妹。梁启云弟兄的女儿。哦，梁启云弟兄。梁启云弟兄的女儿。哦，他在小的时候，两个小朋友落到水里面去了。哦，一命都落到水内底。哦，结果呢，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不过叫发现的时候已经上班了。送到医院已经都断气了。哦，是那上到病院的时候嘛断气了。已经放弃急救。这医生嘛放弃了急救。哦，但是父母亲，哦。不是甘愿的，就跪下来拼命的祷告。我做北部的，不甘我的跪乱祈祷。哦，结果呢？结果呢？神奇妙的恩典，神奇妙的恩典，他又活起来，一个活起来了。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即摆已经大学毕业了。哦，现在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活泼在服事的工作。即摆在教会内底真活泼的咧服侍。哦，这个是我们周遭里面所见到的。这是婚礼，我就会说看。这一切都是非常的真实。这一切都是十分的真实。所以我们愿意把这样子的信息告诉大家。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信息来跟大家讲。当然，我并不是告诉你说，哦，这个医药是骗人的，没有，我没有这样说。我不是讲，哦，这医药是骗人的，我并不安尼讲。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这件事情上，婚礼的这信用的路上，哦，最重要的是什么？通重要的是什么？主耶稣来，主耶稣来。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他的目的。咱台湾一个国教伊的目的，要将最终的祝福赐给我们，是不是将同咩啊一个好福给我们？对，用阴性的福气。哦，所以主耶稣其实是为了成就这件事。所以主要说，伊就是要来成就这个。但是主耶稣常常愿意借着真实发生的事件，啊，不，主要说是借着真实发生的代志，帮助我们来建立信心，帮助咱来建立信心，我们能够跟着主走这条天国的道路。好，咱会当跟对主呢来行这条天国路。所以我相信，主只要你愿意的话，所以我想，只要你愿意，你也愿意常常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你嘛是愿意常常呢，也不时的面前来祷告。就刚才所说的，你愿意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祈求，就是我头先讲的，你愿意奉主耶稣的名来祈求。耶稣就要看我们的信心来帮助。主耶稣
来看咱的信心，来给咱成就。我刚才有谈到说，圣经上记载了三十几件，这样很真实、很详细的这样的一个神迹。我头讲到圣经上记载三十几件真真实的代志。哦，当然也有一些少数的事件。但暗哥嘛，有一寡较少数的代志。这个人根本就没来求主耶稣，这个人根本也没来求主耶稣。这个人嘛，根本无来来求主耶稣。耶稣只是这样子看到他的情况。就好说，自己看到的情形，就怜悯他，就帮他医治了。怜悯医，就该医治了。也有这样的事情。那嘛，发生这款的代志，这是少数。啊，我这是少数。但是大部分的事情都是怎么样？啊，我大部分的代志拢是安怎？就是这个人听到了主耶稣行了神迹奇事，拢是一个人呢，一听到主耶稣行神迹奇事，觉得他的希望来了，也感觉讲也希望来了。知道耶稣也来到他这里，伊嘛感觉讲主耶稣怎么来到伊家了，他就赶紧的哇。追随着众人的脚步，来到耶稣的面前，就赶紧来跟对着大家的脚步来到主耶稣。但是有的人是生了那种污秽的病，啊，不过有人是生了较垃圾的病。有些人，哦，这个根本就来不到耶稣的面前。有人无法度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太多人了，因为太多人了。但是呢，总是有一些，哦，他们信心的表现。啊，不过总是有因信心的表现。又患了十二年血肉的妇人，而且患了患了十二年血肉的病，妇人在众人的中间这样冲突。钻进来，钻到后面摸到主耶稣的衣裳。你就伫真侪人中间，你就一直两过来，就摸了主耶稣的衫。因为他这样相信。因为伊安尼相信。只要摸他的衣服，我的病就会好。伊相信讲，我只要摸着伊的衫，我就会得到医治。果然，他的病就得到。果然，伊的病就得到医治。那另外有一个瘫子，我觉得变衰的，他根本就没办法走路，根本就无法度行。当主耶稣来到了某一个人的家里，从主耶稣来到某一个人的家，他根本就想要去见耶稣，但是。没有办法，伊想要跟耶稣，阿哥伊无法度。不过幸好他有四个好朋友。阿哥好加在有四个好朋友，就扛着他来到耶稣的这个所在的这个地方，给跟起来到了耶稣的所在。因为太多人把这个房子包围起来了，阿哥因为伤侪人把这个厝来包围，根本就进不去。伊办无法度入去。后来呢，这四个朋友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后来这四个朋友就想了一个方法，就从旁边爬到这个屋顶上面，把屋顶上挖一个洞，把这个船子把它坠下来。伊就为边仔起来呢，把这厝顶来挖了一个坑呢，啊，就用这个朋友给扛落去。耶稣看见了他们的信心，深受感动。主要说看到你的信心的。心求感动，主耶稣医治了他。主耶稣嘛，医治了伊。不过主耶稣是在医治他之前先说的一句话。啊，我主耶稣在被医治之前，我讲了一句话：说你的罪赦了。讲你的罪已经赦免了。啊，那犹太人非常的生气。哦，这犹太人就非常喜，因为只有神可以赦罪。因为跟他洗脸，让来下罪。你是什么角色？你怎么可以赦罪？你先别管的，跟血力挖到来下罪。耶稣说：“为了让你们相信我的身份。”所以公主把说：“为了要让你来相信我的身份。”叫那个摊子起来走。你就叫这个变衰的，我就起来行。所以呢，就因此很多人的相信。所以因为安尼，真侪人都来相信。所以主耶稣不单单只是要叫摊子起来走路。所以主耶稣唔啦，是咩叫这变衰的，我都起来行咯。也不是只是要医好我们的病。主耶稣唔，干那是被医治了咱的病。耶稣要赦免我们的罪。主耶稣是要来赦免咱的罪。耶稣要收我们做他的儿女。主耶稣要，可能加做伊是的门徒。耶稣要带我们到他所为我们预备的天国。主耶稣要带咱去伊所预备的天国。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的年岁，你走进了之后。但每一个人的在世界上的年岁行了了，我们都要走上一个归宿。咱拢要行了同辈一个归宿。当然，每一个宗教有不同的说。当然，每一个宗教拢有讲法。基督教所说的，基督教所讲的，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对，信耶稣得到永生。信耶稣最后就要进到这条得救的天国。信耶稣最后你就要得到一个天国，这天国。耶稣要赐给我们最终的。就是主要说要让我们同辈一个福气，但是在你得到这个之前，啊，不然在你得到这个福气之前，甚至在你信耶稣之前，是这是连信仰说之前，耶稣要让你有体验。主要说要爱你有体验，我们一样的吃药、打针、看医生。那么我们加油啊，注射看医生。如果我们能够再加上一样祷告，如果能够再加上一件，不花钱又不花什么很麻烦的功夫，没开钱嘛，没做麻烦的一个功夫。你只要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在哪里，只要这样子来祷告，你只要按那来祈祷，耶稣就要垂听你呀、啊。最好说就来垂听你的祈祷，耶稣这样应许。你最好说按你过来，按你应许，主耶稣的名来祈求，懂吗？奉主耶稣的名来祈求，神就要让这样的神迹彰显在有信心的人身上。主耶稣就爱从这特别在个信者呢，成就的相信的人，他就要为我们来成就，伊特别替咱来成就，他会让我们有感受，伊一定让咱有感受。这个
提供一个这么好的资讯，一个好的方法，我们为什么不试试看？那咱今日提供给你这个好的方法，但是为什么来试看卖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请我们启禀教会的青年师班来献诗。过来时间，咱要叫咱徛顶的师班来给咱献诗。献完诗之后，很快献诗了，我们就来一起来试试看看我们所看到的神的应许。咱就来试看卖啊！咱神回来的应许，照着奉神的名来向神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来祈祷。我们现在做一个初次的体验，看看。咱就来做头一摆的体验。我们来请基督师班，咱请基督师班来给咱献诗。Thank you.
我们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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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